那我们在大案就理其实有选择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针对这个空间所进行的制作。好，继续啦。这件作品叫竹工繁木，所以是把建筑的竹这个字拆开的，就竹工繁木，有没有？竹工就是编竹子的工人，繁木是泛指竹子这件事情。透过这么多密集的劳工、实际的劳动，去呈现这个建筑竹工繁木的一个精神。一进去这个空间，其实会马上被陈婉仁的作品吸引，因为它好像仿佛还原了就是正在旁边施工的工地一样。那它很有趣的是，上面有一些运动员正在里面从事他的高尔夫球运动、他的棒球运动。他在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之前，其实他是一个运动员。运动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就是真实的一个感受，所以他希望把这个感受就是投射到他的作品里面。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是伊藤龙介的现实的虚拟三种时态，然后它是用一个小型的模型，然后去做录像再投影出来。所以在这个模型之中，它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现代呢，你会看到它在模型里面甚至是影像里面出现了 7-11， 过去它用恐龙时代作为代表，那未来呢，就艺术家他自己本身的概念，他觉得未来就是一片的沙漠。粉二丁其实就像它的字意一样，就是我们希望民众在每一个角落都能不经意的跟艺术品相遇，那也许是一下下的时间都可以让你一整天的心情非常的开心。